大家好，我是子金。今天六伏又透露了集训神宗一郎第五弹，他们又直接建议集训神要配这个集训木和集训赤木练习啦。我想说三个集训球员你哪里选到啊？明星场啊？然后就来到今次的技能揭秘神的大招机制啦。根据不同的状态，大招会变成对应的技能，一如影片之前预测啦。我会好奇这个宝览的竞争值和可以几远啦。这个封锁就好像很远咁样。咁说明中队又话向前那下可能会整低人嘅。好基本的假头真穿。这个好啱大家喜欢的移卡啦。忽略地上的干扰，你是无冠五将的虚空啊。这个就是范围更大的背传。咁透过这些大招呢，集训神是不是没有大家想象中咁弱，突然之间变得强了呢？咁如果佢唔需要能量，好似集训猴子咁样呢，咁呢个角色就更加可怕啦。咁如果需要能量佢先可以触发佢嘅大招，咁系咪防守嗰阵时要计算呢？同埋佢个投篮你唔可以唔跳，咁但系佢又有呢个前突投篮，咁单防好似唔系好现实咯。咁集神会唔会带领大家出现呢个浪花兄弟嘅 meta 呢？定系坐喺永远个 band 位上面呢？我哋拭目以待。如果有最新消息我都会更新，咁多谢大家，咁记得点赞订阅同分享我的频道啦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